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爱乐融聆听计划，大爱成音传播大使 Bai Wei-fen， 我是姐姐 Miko 孙涵，我是妹妹 Yumi 孙瑜。今天是3月3日，全国爱耳日，让我们一起放下疫情带来的不便、忐忑和不安，用一段自己创作美妙声音的来唤醒小耳朵。我们来呼吁大家和我们一起关爱听障人群，用音乐传递爱心，等你回家。